那这边的话，底下还可以加上什么？加上比如说常见的像超连接，超连接的加法一定是什么？一个 A，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HREF， 其实就这个了哈。 HREF 就是它的 hyperlink 哈，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给它一个网址，然后我们里面的话就是加一个这个名称上去。比如说呢，我今天想要找一个网站跟猫有关系的。 那比如说我想要把那个网站连接过去啊，比如说我想要连到这个好了，猫的维基百科，哦，它其实猫大概是，等等的哦，这边有一些相关猫的介绍哦，猫的什么呢，一些学名啊、物种啊等等等等的，有这么多哇，其实甚至也可以把这个猫的维基百科哦，可以拿来当一个，其实这样看网页，其实在电脑上还 OK， 可是如果要把它做成一个手机的 APP 哦，当然相对观看会比较方便。 好，所以呢，如果假设啦，我希望哦连接到这个网站的话，那第一个的话，我可以什么 ？Google 一下，第一个猫，它这个就是它的连接。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哈，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这个上方哦，就是在图的上方加一个超连接。超连接里面的话呢，哈，就是给一个什么？给一个那个 hyperlink， 特别是 hyperlink 的连接，还记得吗？一个小于 A。 A 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呢？这个超连接的开头，后面的话加 HREF，HREF 就是它，所以啊，一般是超连接是 AHREF 等于后面的话一样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把这个网址有没有哈？你把它复制一下，贴到哪里呢？贴到这个地方上，前面这个地方贴一下，那这样的话就是啊，帮我连接到这边哦，然后后面的话后。 后面的话加一个大于的符号，然后呢，这个后面哈，特别注意，就打上他将来要看到超连接的名称，这个名称叫什么？那叫什么？猫的维基百科吧，哈，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呢，哈，特别注意哦，超连接猫的维基百科，然后这边的话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小于。 大于，然后记得反，一个斜线，斜线后面的话结束什么？结束这个 A， 的话就是超连接哦，特别重要，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前面的话一定是 HREF 的属性，哦，超连接的连接的那个位置在这里。然后呢，它的内容哦就是猫的维基百科，然后这边的话就加一个什么？加一个 A 就可以了。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哦。 我们就完成超连接的设定，那并且要把它储存一下。储存之后的话呢，那再来一样哦，把这个地方啊做重新整理。你会发现呢，上方就出现什么猫的维基百科嘛？你这个时候游标放上去，它就会有一个连接了嘛？哈，点击它会不会连到维基百科呢？哎，有了，有没有？这就是超连接。好，那其实哈，在那个。 网页上面相关的东西啊，其实还蛮多的，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是 H1到 H6， 这个是一个图，另外的话就超连接哈。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关于那个 HTML 你应该知道的相关讯息。那所以你上面的部分看完之后哈，也许啊，你可以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 W3 Schools 这个网站哦，其实我觉得做的。 啊，基本上还不错哦，因为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就包含的东西哈，该有的都有了，啊，不过那个麦克风刚好没声音，那我们有个简单的练习作业啦，第一个哈，我们要建一个第一个网页，然后里面有个 image，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哦，以后的话，因为如果假设你放桌面哈，这样不好管理，所以通常哈会在这个两个。 这个网页跟那个什么呢？跟这个图档哈、哦，外面再包一个网站，所以哦，你就在这边按右键新增一个什么一个资料夹，然后呢，你上面给它一个名称哦，叫做第一个网站好了，网站名称大概就取这样好了，第一个网站。那你也想说，哎，网站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料夹，你把这两个有没有拖拉进来？ OK 哈，这样的话呢，以后呢哈，我们如果要开启，就直接开这个了，好啊，也可以找得到了，应该可以开得到。
只是说如果你刚刚这个网页把它关掉了，那 重新整理一下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了。那另外的话，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网页这个将来开的话，如果要再编辑怎么编辑，按右键你可以开启档案，用什么，用那个记事本来开好了。记事本刚刚按右键选择用什么，这边有没有记事本，没有，有没有，有了小画家记事本， OK， 好，那用这个来开。好，那如果第一步啦，请各位就是把这个网站就是再新增一个资料夹，把刚刚这两个放进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请你把那个第一个网页的名称改一下，因为一般它的首页，就是说网站里面的首页通常会给一个固定的名称，叫做什么呢，叫 index.html， 也就是以后只要是这个网站的首页一定都叫这个名称，叫 index.html， OK， 那我们一样按右键再把它开起来。好，那刚刚的话呢，有同学会遇到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在刚刚这个网页我把它再打开一下，把它打开之后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我刚刚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的那个浏览器是这样子，所以看起来是上下，对不对，但是你一旦打开的话呢变成左右了，所以说同学就跑来问说，老师那这地方如何让它改成上下其实你上下很简单嘛，就是在什么，在你的那个超连接后面再加一个什么，要不就是加一个小于大于，中间加一个 P 就可以了。 P 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如果把它存档的话你再把它重新整理看看到底哪一个，这个好了，没关系，好，重新整理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段落。那另外还有一个啦，你也可以用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在这边放 BR， 那差别在哪里， P 的话是一个这两个之间是一个段落的距离，那如果 BR 的话是一行的距离，相对会比较小了。不过我重新整理看一下，这样好像看不太出来，因为其实可能本身都还是太近了。OK 要不就用 P， 要不就用 BR。OK 这第一个啦，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直接就再新增一个资料夹，把刚刚的东西丢进来，并且把刚刚的那个网页名称改成叫 index.html。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站的架构。以后如果你要做 app 的话也是长这样子，就是一个资料夹里面的话，首页的名称一定要叫 index.html， 那外面的话会有一个 images 的放图的部分。 OK， 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如果假如再衍生出来，就是说刚刚我们这边有个超连结，这个连结是连到外面的，也就连到这个维基百科里面。但是如果假如我将来呢，我希望这个连结不要连结到外部，而是要连结到刚好我自己的网页好了。那目前当然我只有一个网页，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再增加第二个网页的话，那其实做法差不多，你可以直接干脆拿什么，拿这个网页来另存新档，是吧，另存新档。然后呢，如果我今天呢希望这个后面有其他的网页的话，比如说我后面还有连接到 第二个网页的话，那我这边名称取名称记得一样因为是网页，所以呢它的这个副档名一定要是 .html， 那名称不能是 index。 那第二个网页也许我取名称也许我叫这个02好了，第二个网页或者叫什么 page 好了，前面加个 page page 02， OK， 也就是说呢，我今天呢假如我要多一个 page 02， 存档一下， OK， 这个时候 page 02里面要放什么，其实基本架构都一样，我里面呢希望放就是把那个维基百科里面的第一个，比如说往下干脆这样学名好了，假设这个网页里面名称叫学名，那我把学名这些相关资料把它复制一下好了， Ctrl-C，然后你就怎么样直接把它 Ctrl-V 到这里把它贴上。贴上的话呢特别注意这边的话呢，我是建议你干脆这边因为是个段落了贴上之前呢请你一样先给它一个段落符号，一个 P
到一个结束的 P， 就是它是放在这个段落里面，你把它贴上，好，不过它没有折行，格式里面好像有自动换行，让它自动换行。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产生一个叫 page 02， 名称就叫什么学名 ，OK 哈，学名这个叫 page 02，然后把它储存一下，好，然后他问你要不要，把它确定好了 ，OK 哈，那一样再另存新档，我们要 page 03好了，假设我这边总共大概我们这个网页里面大概就是放个三页好了，类似像这样把它储存，然后呢这边呢里面的资料也许就是物种好了，因为把物种这边一样再把它什么复制一下等等的，反正你们。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哦，把它放在 P 到 P 之间，然后把它贴上。好啊，就物种。好，反正就是大概两页好了，一个 page 2，一个 page 3，然后把它关掉，储存。好，所以你会发现哦，我这边是用这个另存的得到这两个网页，但如果我接下来如果说希望哦，在我的首页里面啊，刚刚首页第一个网，这里面要增加什么？增加一个叫猫的维基百科之外，底下有个什么学名跟物种的话，这超连结，那要该怎么连结哦？其实这边的话一样哦，一到我们刚刚 index.htm 开启的时候用记事本打开，然后在猫的这个维基百科下方哦，再做超连结，可是连结不是连到外面哦，而是连到自己本身的话前面就不用加什么 http 冒号了。这个 HD 冒号指的是外部的哦。如果要连到自己的话其实前面都一样 ，AHREF 把它复制，然后一样是双引号，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就给一个名称，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这个网页，这个网页干脆直接什么，把它整个点击它的名称好了，把它整个名称贴到哪里？贴到 href 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刚好它在它的旁边，所以你不需要跟他讲说在哪个资料夹，除非说你有一个资料夹要指向的话才需要哦。然后后面的话呢，一样是一个大于符号，然后给一个名称叫学名，是吧？学名嘛哈 ，OK， 好，好，那后面的话呢，再加上一个什么，这个 A 结束，然后一个 P。那物种的话一样，所以把这个这一串复制贴上，然后这边改成三，这边改成物种。好，大功告成了。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基本上就又再多增加两页哦。这个两页的话是所谓的站内，就是自己网站里面的连结了，叫站内连结。刚刚这个叫站外连接，连接到外部哦。OK， 好，最大的差别。那最后做完之后，我们来试试看了，把它打开。好啊，这没有显示怎么办？重新整理，有没有学名跟物种啊？对，没有储存。好，所以不要犯这个。好 ，OK， 这也很容易发生。其实理论应该自动储存才对了哦。好了，把它重新整理。学名，点击。有了，出现了 page 02，然后再来就物种，好，有没有？连接到了，大概类似像这样的，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今天的练习请各位练习就是几个重点哦。第一个的话呢，请各位就自行增加一个资料夹，里面一定是放好刚刚第一个网页，然后旁边放图，再。把它另存多两个网页哦，那当然你不一定要做猫了哦，你做狗啦，做什么都可以了哦，反正其他的可能相关的不一定要照一模一样，反正我只希望看到几个东西。第一个，网站里面会有 index.html， 第二的话呢，里面要有超连结，有对外的连结哦，然后呢有对内的连结，至少两个了哦，你要多做也没关系。然后呢，一定要有一个照片，一个图片。然后底下的话呢，在练习就是说 H1 到 H6 哦，大概是这样而已。啊，最后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网站呢，记得哦，缴交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网站按右键把它压缩成 ZIP， 应该压缩会吧，压缩成一个 ZIP， 不要 7Z， 就是 ZIP，
然后把它按确定。缴交的话就缴交这个档案，就大功告成了。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哈，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刚刚哈多做几个动作，再重点回顾哦。第一个是资料夹，把这两个东西放进来，这个更名再增加两个 HTML， 然后这两个 HTML 可以在这边被连接，大概这样的结构了啊。当然，待会我也会把它照相一下，怕同学一下子太多记不起来。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所以今天的作业就是第一个网站，网站里面的话呢，就是放至少三个网页。当然，如果你要多做没关系，反正你就多做啊。甚至你要把维基百科里面所有连接通通都做完也没关系。OK， 再来的话哈，里面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做很漂亮的格式啦，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里面的格式包含字放大或者换一个颜色的话，其实哈。我给各位的那个连结上面还有延伸性的部分，你也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颜色变更，或者是说那个字的大小变更，其实上面都有，你也可以用查的哈，试试看哈。啊，当然哈，未来当然我们在写那个网页哈，如果直接用记事本来写可不可以？可以啊，只是说记事本的缺点就是变成说你所有东西标签名称要自己都知道。那自己要知道其实还蛮辛苦的，所以之后我们会用一些工具，像那个 Dreamweaver 的这个编辑器，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记那么多标签名称，它会自己帮你完成。